今次嘅音樂比賽咧，我諗啊，好希望啲同學咧能夠咧好團結喺埋一齊啦。因為好難得機會咧，一班同學為咗個目標咧，係喺一齊去努力去奮鬥。咁啊，其實喺呢個歌唱比賽裏面咧，我自己咧係冇咩參與同學嘅練習，因為我自己好想啲同學咧能夠喺能夠自己去摸索，去摸索佢哋自己嘅風格，摸索佢哋自己係會想點。咁我希望咧同學咧好好享受今次嘅比賽啦。